嗨，大家好，我是蔡依林。3月28号，和我一起点亮米谷和成都熊猫基地共同发起的新时代新征程熊猫启航计划，参与大熊猫的命名以及大熊猫形象的征集活动。憨厚可爱的他在等你哦，和我一起为国宝大熊猫打call吧。